今天是在韩国的第三天，应该是吧。好，今天呢，我终于要出发去济州岛啦。那中间这段时间，我要先去咖啡厅工作，把这几天客人的货呢先整理起来，然后呢晚一点我再带着行李，然后出发前往京浦机场。今天所有的天气不是很好，因为正在下雨，然后我又没有带伞，所以呢我现在要先去大创买雨伞。那因为今天到达时间是晚上，好，不管，反正呢就是蛮期待晚一点会发生什么事。那现在呢我就要先去工作啦。上面是站着睡着了。皮卡马里，我的肉能切出多哦。过完安检进来了，进来这里之后呢，左边是1到10的那个登机口，右边是15到20。那我是12，所以呢就在这边正前方而已，在这里。在这美美的空间下吃了我的热狗。跟你们说，右边这个男生他就是